叔叔能像爸爸一样对你好，啊，跟安徽叔叔和妈妈好好玩。你是大闺女，得听话。只要你听话，以后爸爸经常去学校接你，陪你做作业，陪你玩，好不好？好，真乖。走了，上车了。上车喽。上车吧，雪儿。跟妈妈还有安徽叔叔玩玩啊。盖印章，说话要算数。妈妈话啊，跟安徽叔叔好好玩，一定得注意安全。你记住，爸爸永远爱你。快回去。注意安全。安徽叔叔能像爸爸一样对你好，只要你听话，以后爸爸经常去学校接你。拉钩钩，盖印章，说话要算数。呀，难受了。还知道难受的，那跟阿梅在一起舒服的时候怎么说呢？哎呀，别难受了，来吃点来。小倩姨，咱们村我谁都惹得起，就惹不起你。都听说了，你咋想的？啥咋想的呀？别装了，李安贵和窗花结婚，全村都在议论这个事儿啊！你到底咋想的？我能咋想啊？别犹豫了，你没听见马寡妇他们怎么说的吗？哎呀，爸，那马寡妇那人你还不了解吗？他愿意咋说咋说呗。你少来这套！我跟你说啊，你赶紧跟窗花复婚。复婚？啊？爸，你说的可真清楚。你让人家复婚就复婚啊？人现在有李安奎呢。那你就像个男人一样，再把他给我追回来。不为别的，就为你跟窗花的孩子铁小丫。那铁小丫，他姓铁。你知道我成天家听村里人怎么说的吗？人家别人怎么看咱们铁家呀？我看见窗花和老田家的人，我这心里头是啥滋味？
你呀，别想那么多，我心里全明白。我又不傻，但你想想，安梅怀了咱们老铁家的孩子，现在孩子没了，咱们能不管人家安梅吗？窗花现在有人照顾她，有人能给她幸福，挺好。但是安梅呢？咱们要不管人家安梅，安梅咋办？那铁小燕子。 在家呢，老公，过来。咋了？有事儿啊？我都听见了。听见啥了？ 你跟爹说的每一句话，我都听见了。老公，谢谢你。爹还是想让你把春花夺回来，是吧？ 哥，我以前的脾气，你知道的。咋了？脸色那么不好？头疼，可能要感冒吧。 坐这儿来。哎，妈。妈。哎，妈来，我慢点啊。别听你爹的。啥听我爹的呀？ 我都听着了，抢啥春花啊？啊，安梅现在多好多踏实！哎呦，安梅呀，听我跟你说啊，好好养身子啊，抓紧着恢复，然后呢，再上医院做个检查啊。 大壮，你也好好养身子，啊，多吃点那个海蛎子，那玩意儿补心。哎呀，妈，你真是为我操碎了心了。废话，我就你这么一个儿子，我不操心你，我操心谁？哎呀，妈，腿怎么样？感觉？哎，没事，没事。 哎，窗花，咋了？啥？小丫摔了，在卫生所呢。小丫咋了？不是你们怎么回事啊？她怎么还能摔呢？啊，我这就去。妈，啊，窗花带小丫出去玩，把小丫给摔了，在卫生所呢。
我赶紧去一趟。你赶紧去啊！哎，妈，你别着急啊！哎，我先给你打电话。妈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你先坐，你先坐。哎，啊，真是脑袋，没事了吧？嗯。小丫真勇敢，以后还敢不敢玩了？敢。真棒。别用手去碰啊。嗯。过两天就好了。小丫，看看，哎，小丫怎么样了？小子，这脸怎么还摔了？身上摔没摔着？小丫骑木马不小心摔下来了，还好意思说的。庄花，安奎，你们俩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怎么照顾的孩子？你看看把脸摔的。大庄，你也别着急，这大夫说了，养两天就好，没啥大事啊。你冷静点。我能冷静吗？都已经摔了，你让我怎么冷静？为了配合你们俩，我把孩子亲手交给你们的，你们是怎么看的？行了，你别说了，谁也不是故意的，当时我们没注意。没注意。啥时候注意啊？啊，两个大人看不住一个孩子吗？脸都磕成这样了，什么时候注意？胳膊腿折了时候注意？你别这么说话，你吓着孩子了。窗花，她是我闺女，不是她闺女。我这么说话是客气的。爸爸，都是我的错。小丫，小丫，不哭啊，不哭。没事啊。行了，我求你俩了，你俩能出去吗？让我跟孩子单独待一会儿。出去吧，快走。我快出去，先走啊。找我爸爸疼不疼？上药了吗？小儿，爸爸对不起你啊。爸爸应该跟你在一起，你就不会摔了，对吧？爸爸，不怪你。小燕，那你怪妈妈和安奎叔叔吗？不怪。小燕，今天玩的开心不？开心。你是爸爸心头肉。爸爸想跟你说，以后爸爸不在你身边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照顾好你自己，知道吗？嗯。你是大孩子了，如果你照顾不好你自己，才磕了碰了的，爸爸会很难过的，知道吗？嗯。爸爸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你要和俺们俩一结婚了，爸爸要和安奎叔叔在一起了。你怕我不同意妈妈和安奎叔叔在一起，我不想你们分开，我也没办法了。小丫，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没事，好多了啊。不疼了哈。没事，啊。小丫，爸爸不是跟你说好了吗？以后要听妈妈，还有安奎叔叔的话。记住了啊，按时吃药，按时上药。这个小脏手。别没事往这抹，听见没？嗯。春花，安奎，把孩子交给你俩，别再大意了。
放心吧。哎，我得赶紧回家，怕我爸妈担心。来，这来，妈抱好啊。印章，说话要算数。拉勾勾，盖印章，说话要算数。拉勾勾，盖印章，说话要算数。拉勾勾，盖印章。你怎么来了？爸爸，我想你了。才几天不见了就想了，爸爸也想你。儿子，爸一会儿带你看屁眼去，好不好？好。给你介绍个小朋友啊，这是小鸭妹妹，小鸭，这是小白哥哥，叫哥哥。哥哥好。你呢，叫妹妹。妹妹好。要不我带他们一块儿去吧。啊，你们先去吧，我一会儿再说。啊，跟哥哥说再见。哥哥再见。妹妹再见啊。妹妹再见。嗯。过来的，走吧，看屁眼进去。嗯，走吧。正里是里儿啊，这就是事儿啊。下里套方便家，咱们两个去串门儿来。怎回事来？下里生他呀。佳佳，吃橘子。叫阿姨没有？哦，阿姨好，真乖。小白，上学累不累啊？不累。学习好不好？还行呢。奖励你吃橘子。谢谢阿姨啊。哦，谢谢阿姨。儿子，走，咱们回家。妈妈，我还没看完呢。佳佳，看完再有什么好看的？赶紧走。哎，佳佳，天亮黑我送你啊。
我去送他们。啊，小佳，安奎，怎么了？还有几句话想跟你说。嫂子，你啥时候来的？来了一会儿了，现在回去。姑姑，哎，干嘛呢？这是？谁知道？你这次回去能不能跟你妈提提我们的事儿啊？不能总这么瞒下去啊！我们的事儿，她老人家也该有个态度。我还想过几天去看看她呢。我知道，我回去先跟我妈说，然后你再去看她啊。行，那我先去送他们。你快看吧，啊。你干嘛呢？送他们回去啊。你干嘛呀？那我也回去。你瞎凑什么热闹？你回去干嘛呀？哎，我回去看妈不行啊。哦，今天不行，你今天别看妈了。那我给小白辅导功课。行了，赶紧走吧。快看吧。什么玩意儿？那纯属滚地包的。你听你闺女给你唱两句啊。送情郎啊，一送送只在呀，大衙门呐、啊哎。别唱了，别唱了，妈看电视呢。这么闹，老太太不够面子呢。这也到关键时候，别吓唬你妈。哎，您喝水。哎，好。你不是说给小白辅导功课了吗？去，你那不是闹呢吗？他学那玩意儿我会呀、啊，我这不服妈呢吗？妈，得劲不？妈，别拉长声，有事说。妈，我想说个话，这么费劲呢，我听你说。妈，他想跟窗花结婚了。妈，您倒给我个态度。要啥态度啊？我没态度，你不也把婚离了吗？又不打算娶田窗花了吗？妈，要我说，你就别管了，行不行？人家都生米煮成熟饭了。你别跟人瞎掺和，该干啥干啥去。你这不是良心狗肺是不是？我帮你说话，你听不出来啊？你还帮他呀？嗯，说说你的事儿。你喝那个铁大壮打算怎么办呢？哎呀妈，你看你看你，说我哥那你就整我这儿来了。什么叫整你这儿啊？你是最不让我省心的你。我跟你说啊，你的事儿妈必须管。那我也跟你说啊，老太太，我事儿你还真别管。咋不跟妈说话呢？妈，你别生他气啊，从小是没大没小的你。失败呀。我辛辛苦苦地养育你们，我都这把年纪了，你们俩到现在都不让我省心。妈，干啥呢？不至于啊，人我们现在特别好，我跟大壮那老好了，只要我俩能在一起，那不就天下太平吗？是不是？你还是关心一下我哥和春花的事儿。你和田春花想干啥？结婚？嗯。妈，
和窗花之前的感情你也知道，他没在一起是没办法，我就全当过去了。这么多年你儿子过的啥日子你也看在眼里，并不幸福，并不快乐。现在既然已经结束了，那我跟窗花又碰到一块了，我觉得是老天又把原来那些快乐的日子还给我了。我和窗花感情挺好的，我想珍惜，我想娶她，我相信我跟她在一块儿一定能幸福。妈，您生我养我，不是也希望看着我幸福吗？哎，妈，您倒说句话呀。想让我说啥呀？妈，我知道您心里有结。当初田叔为了我的事儿把您气够呛，田叔也跟我表态了，说当年对不起我和窗花，更对不起您。他说了要当面向您道歉，还有自白，那也是我亲儿子。就算我跟窗花在一块了，我也会对他好的。窗花更别提了，他杀人您还不知道吗？有一块肉他自己不吃也会给自白吃的。我知道您想让我跟佳佳在一块儿，可我跟佳佳在一块儿您也看到了，那天天吵架，天天斗嘴，您说自白在这样的环境下他能健康成长吗？妈，您说呢？我不想逼你，但是我坚决不答应你娶她。你还想让我说什么？啊，我说的不明白吗？哎呦妈，那田窗花真挺好的，对不对？你别把你们上一代那些恩恩怨怨都搅和进来，那是那么回事吗？对不对？窗花对我哥真挺好的，最起码我哥现在改变了呀，他现在变得开心快乐了呀。人家两个人是真心的，相互都爱着呢，怎么就不能结婚了呢？你别越老越糊涂，越来不懂事行吗？阿美，怎么跟妈说话呢你？你又开始瞎搅和了是不是？没有啊，唯恐这家不乱呢。不是，妈，滚！妈，滚滚滚！妈，滚！对呀，妈，妈，听见没？啊，滚出去！滚出去！妈，那咱就改天再说啊，您别生气。妈妈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妈没事。佳佳，怎么了？
追他！站住！有话就下来说。别过来！是你逼我的，是你把我逼到这个份儿上的。佳佳，我不明白，咱不是说的好好的吗？你不是要去上海了吗？不是你说咱们要各自有新的开始吗？我哪儿都不去，我走了不就成全你们了吗？你想得美！小白还小呢，他还有很多事需要我们陪着他一起经历，他还没考大学呢，还没娶妻生子呢。你先下来，这都不考虑了吗？我孝敬老人，照顾孩子，我对你一忍再忍，我做错什么了？你要把我逼到这个份上？你什么都没错，是我错了，都是我的错，好吗？佳佳，我求求你，你先下来。你走开！佳佳，你别动。好，你不动。我也不动，好不好？我答应你，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。你先下来。看在儿子的份上，你能给我一句实话吗？好，你说，你说，你到底还爱不爱我？佳佳。我曾经很爱你，你的学识，你的聪明，你的能力都很让我骄傲。我说的是现在，我问你现在还爱不爱我？佳佳，你不是说要跟我复婚吗？你现在跳下去了。人都没了，还怎么复婚呢？啊！你先下来，下来我们一切都好商量，好吗？你先下来，刘东家，佳佳，你听我说，你下来，你闭嘴，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话？你知道你这么做有多么愚蠢吗？你连死都不怕。你还怕跟我说几句话吗？我会怕你，就是你把我害成现在这个样子的，你还想说什么？你总是在打击他，折磨他。你自己提出离婚的，离婚以后你又后悔，你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他。你自己好好的想一想，你把他当成你的爱人了吗？你好好爱过他吗？你包容过他吗？你给过他温暖吗？如果你自己都做不到这些，你有什么资格要求他？他已经做得够好了。我胡说八道，梁魁之前是爱我的，都是因为你，就因为你他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我跟安魁从小一块长大，我认识他的年头比你长，可为什么我眼里的他和你说出来的相差那么大呢？在我看来，他是一个真诚的人，善良的人，顶天立地的男子汉。即便他跟你离婚了，他也从来没有说过你半点不好，他一直对你们这个家尽职尽责。
你嘴里说恨他，可你心里根本就放不下他。你之所以问他爱不爱你，是因为你很爱他。既然是这样，那你就别逼自己，别逼你爱的人，你下来吧。没有什么问题是解决不了的，只要你给对方机会。有什么话下来好好说，行吗？下来，下来吧，佳佳，下来吧，啊，小白还在家等着你呢，孩子还小，不能没有妈妈。佳佳，好了，好了，我们回家好吗？我们回家，啊。再说吧。那我先走了。